侯爷，飞婉阁那边传话，说夫人已经睡下了。胡闹了一天，终于睡下了。你也下去休息吧。是。等等，去让账房支银子。这次宴会的钱，算侯府账上。侯爷，您这是？问那么多干嘛呀？快去办。是。睡觉啊，哎，反正我先上床睡觉了啊。抓到你了，你看看，我们居然还没有和离，就应该做一些夫妻之间该做的事情啊。你说了。欢喜却很傲娇，撇下你嘴角往上翘，生活自由千百种纷扰，而此刻与你轻轻笑。回来吧你！叶小鱼，你要干什么？别走啊！他既然没婚礼，该做的事情得做呀！别跑呀、啊、你！你去睡觉呀、啊！来了！夫君，你放开我！夫君。